收到听众露露的来信，露露的朋友因为吃了坏掉的水果，所以进了医院。那大家在买的时候要注意一下，这些进口的水果可能会因为天气在运送过程中就变质了。然后最近秋天到了，忽冷忽热的，大家要多多注意身体哦。节目时间到喽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，拜拜。天气变凉了，你真的要注意身体耶。冬玉，早上有人拿这个书要送给你哦。送什么啊？送香蕉哎，好浪漫哦！该吃了。终于下班了。对啊。我先找我男朋友了，拜拜啦。拜拜。冬玉，我等你很久了。来，这个给你，谢谢。那你明天有空吗？要不要跟我一起去逛街啊？我明天有事。好吧。冬雨下班了。我买一本小书要给你哦，这是村上春树的新书。哦，自己看。我们可以一起看啊。Hello, Tony, 7 dinner tonight.Sorry, excuse me. 喂 ，Sprung， 你小心，你在干嘛？赶快带我走。走。然后嘞，送你回家哦。对啊。小姐，你拖鞋有坏掉哦，刚不说你不选选它干嘛？选什么选？又没有要怎样？不是有一个又高又帅的吗？对啊。你看你前面有打折哎。那个戴眼镜的嘞，你比较喜欢读书吗？就是会看一些杂志。那宫部美幸喜欢吗？我超爱他的作品。你说那个导演吗？他的电影蛮有意思的。宫部美幸是作家，他不是导演。是哦。宫部美幸是谁？是工藤新一，好好笑哦！啊，那个富二代嘞，别提了啦。他生意做很大，太忙了。好了，该上班了。贵哦。纽西兰奇异果从要不要？好漂亮哦！美国葡萄。我跟你讲。挑男友就像挑水果一样，国外的又大颗又漂亮，说不定台湾的比较新鲜，也比较好找。什么？老板，你好，全酱多少？100。好。还不买哦？家里也都还没吃。谢谢。对啦，香蕉最多了哈。白吃的。老板，下班了。下班了。他今天要拿，今天要买香蕉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他今天要哪一种？要玉山蕉还是要北蕉？这两个有差吗？当然有差。北蕉我跟你讲，肉比较细，而且它比较香。重点是放久了会更好吃，真的。那就这种好不好？好。阿乐，我问你一下哦，你明天有没有空啊？明天。因为我明天
柜台有一个弟弟，他放假，然后我想说请你帮我搬一下东西这样子。明天 OK 啊，但几点？大概早上8点可以吗？八点好啊，反正我没搬。明天我再过来。好，啊你们要记得到哦。我会啊。好，拜拜。走啊。现在又是早上10点的时间，现在晚上。就是要注意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的部分，大家不要忘记带雨伞。然后下礼拜可能会有台风，要做好储备粮食这样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冬玉，又有人送香蕉来喽。谢谢。好吃哎、欸，哪里的、啊？应该是台湾的吧？你看它形状饱满整齐，色泽鲜黄无褐斑，应该是玉山椒哦。大哥，在外面兼职卖香蕉哦？哪有？台湾香蕉一直是第一名啊，而且有机种植最好吃。真的很好吃哎、欸！到底谁啊？那。没事，我先走喽，拜拜。拜拜。老板，有人在吗？哎、欸，阿妹妹，今天怎么那么早？哦，我在等我同事来面试。啊。啊，哎、欸，你在冲啥？我在这里做事。哎，我帮你介绍一下。哦，没关系，我等他来。好，好，那、啊、你慢慢挑。嗨，真的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就刚好来了。哎、欸，你怎么会干什么？你的香蕉都没有拿、啊。哎、欸，那你们两个在这里哦。哎、欸，老板，有客人。来了来了。